大家好，今天我就主要讲一下 IT 专业，包括可能一些 IT 相关的，比如说 IS 专业，就是在这2年里面，就是怎么样选课，就规划一个路径，就比较 high level 的，就不会说具体你要选什么选什么，因为其实主要的话，首先我们来看 IT，本身内部有那么多 stream，然后可能选的人比较多的一个是 computing，一个是 distributed computing，然后其他的话像 HCI，然后 cybersecurity、spatial 相对来说选的人可能会比较少。然后 AI 是最新开的一个 stream，然后不清楚这一届选的人多不多，反正stream 就那么些，但其实这里面大部分的课的内容都是重合的，然后基础课也都是一样的。可能就是在一些，就是special HCI 和 cybersecurity 稍微多一点，就是自己方向上的课，其他的话，大部分课其实都是一样的。特别比如说 computing 和 AI，就是其实你最后完全可以起到，就是你们选的课完全一样的效果。所以说，我觉得 stream 这个东西不用过于关心。那主要的宏观上来说，我觉得大家选 IT 这个专业大概就是有两个发展方向，一个就是偏开发的 developer，一个是算法，或者是国内的话可能就是算法工程师，这样子的岗位，或者说，算法的话，或者说如果你之后打算要读 PhD 的话，可能也会选，偏算法这个方向，所以主要是这两部分。那原来的话，莫大不管是IT，你不管是你选的课是怎么样，你最后都要做一个 research project。那这 research project 其实它可能更多的是偏科研项的，虽然说，也可以选择做一个软件，但最后都会要写一个就比较完整的 report 这样子。然后这个，所以说整体莫大原来的课程设计的话，是对于想要读博或者说想要往算法这个方面走的人比较有利的，然后，但是呢，今年他就改了，就是这 research project 本来就是必修的，然后今年呢，就是必须要首先你的平均分要到75分以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，75分以上才可以选。然后，你选的话，就是你需要自己联系导师，就是自己感兴趣的方向，然后还需要做一些就是 document 上的操作，反正。这个就是如果说打算走算法方向，或者之后打算读博的话，是肯定要选这个的。如果说你是打算走开发方向的话，那就是现在有这门课 Software Project。那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它会应该现在是4到5个人组队，然后再给定的大概20个题目里面选一个，然后开发一个APP 或者说 software 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这门课的话，它没有什么要求，其实就是这里面，当然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有前置要求，但这个要求和没写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因为这门课 software process and management 是必修的，就是对所有 stream 都是必修的，然后第二个要求的意思其实就是说，如果说你的这个 degree 是2年的课程的话，你不能在第一年就是，因为每个学期是相当于是4门课嘛，总共16门课，然后你不能在第一年就是选这个，你最早的话就是在第三个学期，就第二年的第一个学期，或者说总共第三个学期选这门课。当然 research project 也是这样子的。就是 no more than 75 points short of degree completion，也就是说你最早的话就是在第三学期能够选。然后，这里我想要说一下，就是如果说你是打算读博的话，那么这个 research project 我是强烈推荐在第三学期选的。原因是因为这边申请 PhD 的话，你需要有这个 research project，也就是说，你申请 PhD，你必须要选这门课。然后呢，而且申请 PhD，你需要提交这门课的分数和你最终的那个 report。
所以说，如果你在最后一学期选的话，很有可能你就赶不上，下个学期 PhD 的入学。就是，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因为是最后一学期选的 research project，然后他们读 PhD 只能就是往后延了一个学期，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从时间成本上来说是非常划不来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有意向读 PhD 的，我是强烈推荐在第三学期选这门课。然后这门课，再说一下，就是，你计算学要选这门课呢，你肯定要就是因为这个门课要自己联系导师，你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。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课程的话，第一学期其实如果你之前没有就是免掉一些课的话，那第一学期就是都是一样的，不管是什么 stream，都是这四门基础课。第一门课叫 Programming Software Development，其实就是学 Java，所以就不要看它的名字，它其实就是学 Java 这个 Programming Language。第二个算法 Algorithm and Complexity，这个算法指的是经典的计算机算法，也就是说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，比如说 LeetCode 或者什么，就是，基本上国内国外的大的 IT 公司面试的时候会考的那种算法，就是这门课涉及的。然后，据我所知，莫大会讲这方面算法的课很少，除了这门课，好像最近新开了一门叫 Advanced Algorithm，什么什么的，就是所以说，就这门课很重要。就如果说打算回国工作，或者说是打算找比较大的，比如说 Google 啊、Facebook，这边澳洲没有 Facebook、Google 或者 Amazon，就澳洲都有。如果想要找这方面的工作的话，这门课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，Internet Technologies 就是一些网络的基本知识啊，这 Database 就是，Database 的一些概念和 SQL 这门语言啊，这样子。这第一学期基本上就是四门，必修课。然后第二学期的话呢，我这也是以 Computing 为例啊，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就 Computing，而 Computing 其实是最灵活，所以说我其实觉得，而且就像我前面说的，就 Stream 之间差别不大，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没有特别偏好的话，其实就 Computing 这个 Stream，然后你在学完这些基础课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比较自由的选其他各个方向的课。然后第二学期的话，一般来说是这两门，第一门是 Introduction to Machine Learning，Machine Learning 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对吧？所以我也就不多说。然后这门课也就相当于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入门课，它的难度，就不是很难，相比后面的课，但是，但因为今年改革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好像听说就后面第三位嘉宾好像是这门课的 tutor，所以说你们他可能可以多说一点关于这门课的信息。然后第二个 distributed system，然后这门课的话呢，就也不要被它名字迷惑了，其实它就是用加它的主体，除了介绍一些distributed system 的概念之外呢，主要做的就是用 Java 进行一些网络和并行的编程，它的作业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，这门课也是需要用到 Java 的。所以第一学期刚刚说的 Programm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这门课就是学习 Java 这门课还是很重要的。然后这门课 Software Process and Management 这门课的话，我个人感觉就是怎么说，就是比较偏文科的课，就是项目管理的一些知识啊，就是可能如果是要走算法方向的话，可能学不到太多东西；如果是要走开发方向的话呢，我觉得也学不到太多东西。就是，对，但它是必修，而且甚至 AI 这个 stream 也是必修这门课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设置的话，还是有点奇怪的。但这门课，据说对于在这里本地公司来说还是比较重要，因为这里本地公司的话，很多就是会用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敏捷开发这个词，就是 agent 的这样一个开发模式，然后这门课就会讲，但是这种东西就比较虚，不太像理科。然后这是第二学期，一般来说就是，所以说这两门必修课。上面两门加上下面三门第三门必修课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一门选修。然后所以说，如果说像我说的第三学期希望要学 research project 的话，那门选修就很重要，最好就是能够及早了解一下自己感兴趣的方向，然后选那个方向的一门选修，这样你在做 research project 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好的基础，并且你如果选了那门课，然后成绩比较好，联系导师也会比较方便。
啊，至少我当时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那个时候选了就是 AI Planning 的门课。AI Planning 现在的话应该是 AI 那个 stream 的必修课，就是semester one 和 two 都有，然后后面找导师也是找的那门课的 super coordinator。没有了，对，其实对，后面的话基本上就是，对，我后面还想说的一门就是有一门莫大有一门课叫 internship 这门课的话呢，就是也是25学分，就是它占了两门课的长度。然后这门课呢，如果是希望在本地找工作的话，我觉得是必须要选的，因为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在 local 的公司的一个很好的经验，对你的简历也是一个加分。然后然后但这门课本身呢其实还是比较辛苦的，就是因为它理论上你需要在公司可能要做3个全天，然后而且他自己本身还有一大堆报告，这些报告是并不是给那个你实习所在那个公司，是给学校里的一个对你负责的一个算 supervisor 吧，对你负责一个 supervisor， 你要给他看，然后他会给你评分，就是主要要讲的就是一些有点像实习人生感悟的一些东西，就是就是这门实习就你学到了什么，然后你在比如说你在那个公司的角色是什么，然后你有什么不足，然后怎么改进它，就是这些东西。就是但不管怎么，就是如果是希望在本地找工作的话， internship 那门课是非常重要的。而当然你选那门课并不是说他就会直接把你分配到一个公司，还是需要面试的，但是基本上据我所知好像没有就是匹配不到公司的情况，所以那门课非常重要。而那门课刚说的是那门课对于想要走开发方向的同学也就找工作，然后如果是想要比如说读博或者找算法方面的工作的话，这个 internship 的这门课也是也可以选，就是我当时也是就是这样就找了一个就是大学里的那个 research group， 然后把这个 research group 当做 internship， 然后所以说其实就是在那边跟着老师做 research， 那么对后面如果申请 PhD 或者说做算法方面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。对，所以这门课的话 internship 这门课也是比较重要，其他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根据大家自己的兴趣选择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想说大概就这些。好，谢谢大家。